好喝吗，学弟？ 好喝吗，学弟？好喝吗，学弟？你这太是骗猴子粮道，我们要自由吗？啊！看不过去，看不过去，你不要打！我他妈的，你要不要走就不要走出去！你什么东西啊？你什么东西啊？ 地上看看你的店，黑店。我的老爷们！人不能笑啊！别给我笑！别动了他！别动了他！人不能笑啊！别不动了他！啊，教练不能笑啊！你这太是骗猴子粮道，我们有自由吗？啊！看不过去，我打完你让我没在球啊！ 我有这样说吗？你这才是对猴子粮道。啊！干什么呢你？你不要打！我他妈的，你要不要走就要走出去！你什么东西啊你？你什么东西啊？再走去看看。谁呀？再看看动人。动人看，把我们干掉！别动他，别动！你这就全是猴子命。你他妈的，你混蛋！好，就这样。 188号，主要商场的隔壁，8号，炸鸡店这里。看看你的店，黑店。我的老爷。 我已经占位置了，你有什么站？我不能站哦。人，你有这什么？那你撞我吗？我们是吃不到了。可以啊，这边很难停到沿海路啊。哎，哦，停了。嗯。你有什么站？我不能站哦。人，你有这什么？那你撞我吗？这是汽车格。什么汽车格？是轿车格呢？对啊，我开什么？我开轿车。后面的是什么？啊，你不是啊？我是不是开过来了？